积极的人生，努力的人生，那这个要值得思考。先从这个地方让他去选呢，啊，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。好，那这时候你都希望他是成功的吗？因为不用毕业去工作30年后，跟原来的职位都一样，领的薪水都一样18K，那算成功的人生吗？成功的人生。我一直都是18K或20K，不可能啊，升一点点，不能增加一点点啊。是的。那他怎么定义他算成功呢？要证明一下啊，继续的做出是成功的人生。你有没有换工作就是成功的人？我，你天天去谢了，李安啊，李安20几岁的时候，人有预知量，啊，吴宝春做了很多换来换去的工作，后来然后金秋兰嘛，他录用，后来一看那人是吴宝春，我竟然把吴宝春换掉，拒绝掉，是吧？那个后来很有成就。但以前其实很差的，对，后来他成功带来了，所以你如果看他年轻的时候的条件，你会觉得他一定不容易成功，可是你看到他现在的他，他是这么的耀眼，这么的难忘其相背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有成功的人生。潜能无用，能够回来再见。是。好，那我问了，想要有成功的这个具备哪些条件？人脉。有福有慧。说刚刚我们聊到就是那个履历表的那个哈，他可能是一年换了20个老板，可是可能是在他经历过这些过程以后，他才懂得他该如何积极正向的去找到他真实自己内心所渴望的需求，或者是说他该坚持的哪一个特质。就像吴宝春一样，他换了那么多的工作，都不是他真正所想要的，他真正有兴趣，所以他可能必须要经过那一些过程，他才能够到达，对，他应该属于他自己的那些，储备那些足够的能量之后，他才能够到达他正确的选择，他到达他想要的。其实，如果你能变成做面包的，吴宝春做成开店的，你觉得他会成功吗？不会，他很没兴趣。对啊，因为他的兴趣是做面包。你有兴趣啊？做面包。应该是他经过那么多的事情，你有问这个问题？问吴宝春说，如果你变成李安这条路去走，你会不会成功？问李安说，如果你去走吴宝春的路，你会不会成功？这里面的问题，我们的孩子身上是李安，他是吴宝春，他是王永庆，他怎么知道他应该选择什么？他选择是需要智慧的，他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，了解这世间的人和环境的变化，但是他必须要在很多的机会去思辨，去获取资讯，去思考，最后才坐下来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有没有让我们孩子去做这个咨询的时候，是值得去探讨的，对不对哈？啊，各位哦，我选择了就好了吗？成功了那么容易？我是吴宝春，如果吴宝春不努力，
对，努力。也许他知道他就是很有这面包的天分，但是是一个不努力。对，所以说很优秀的优雅会给你碎碎平淡的包给你。啊，对。哎，你重要，可以有家乡风的。哈哈哈哈哈。家乡的诙谐一点。哈哈哈哈哈。也可以当公司，但是他是在家乡。是，这个是，啊，那种成功啊。也是成功的，30年都在家乡当老师，收入也不是 OK 一点，所以这里要思考，如果我们还是喜欢想象，哦，这样子，应该是这样子。第一个，他先确定他是有这类的天资，对，也兴趣也听我感觉哇哦，硬把吴宝春跟李安对电哦，有钱人会成为。摆的位置不对啊，下来就是要努力，要成功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努力。嗯，如果你不愿意努力，你怎么会成功？对不对？第二个，越早努力是越好。50岁再来努力啊，我保证，我长得快点，快点，我都要看。那么距离成功的几率就越低了。那几岁开始努力？不知道，越早。有人找的很早就很努力的，后来出现一个有名的剧集叫《小时了了》，那是因为他太早努力了吗？那是因为努力的问题吗？还是另一个人的问题？为什么《小时了了》而后大为人知？那个是可以去探讨的。有没有《小时了了》大为人知？有吗？大为大为人知的原因到底要找什么？而不是凡是小时间啊，都一定大未必见，那只是那做参考而已。好，第二个，爱迪生的理念，他说成功是99分的努力，再加上1分的天才。你就算有这个天赋，这个天才，你不努力也不行。但是是努力比较重要，还是天赋比较重要？爱迪生这种天才型的，会告诉你，我的成功不是偶然，我比人家多努力。当你这边过完了，这个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我在干嘛？在思考，我在学习，我在付出，对不对？我在储备我的能量，储备我的条件。如果你什么都让它通过了，你没有一个努力的人生。你想渴望的成功的人生也能出现，所以如何让他是愿意努力？那努力会吃苦啊，苦不苦？努力的人生苦吗？还是玩乐的人生比较苦？苦，还是现在的孩子懂得到吗？脾气比较好一点，我生活比较努力。也努力吗？他是努力的玩手机。那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没有人教？告诉他们说，你能开心啊？有没有讲？当然有讲了，但怎么办？有没有笑？我好，终身难度的人，知道吗？啊，有几个人有一天领悟到，那个人没上进，眼睛一起，光一起。他到底进入那脑袋的时候，他的行为就得回去。笨蛋再去玩手机，你玩越多，我越努力，结果就赢越多。了解这种道理的人，他就会把生命花在没有意义的事上。所以直接跟他讲，哎，怎么当是不是呢？不如让他领悟体悟这种道理，不是我们讲，他就能够领悟体悟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让他的领悟跟体悟需要一点智慧，就是还有一点机遇，机遇啊，因缘，对不对？不会是空时空掉掉，他就体悟领悟。OK， 好，决定努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。好，那努力你要努力什么？这个我本来就越了解。是或许是这方面，你想要成功赚钱，我把人认为富人跟穷人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富有的人
比较有钱，穷人比较穷，不是没有道理。一定跟他们这里的价值观、思想有密切的关系。穷人啊，叫做卖力。穷人要赚钱要靠卖力。和雅人赚钱叫做借力。借力。对。穷。